创的一个是包一个一小包的。那这个对我们现在忙碌人就很简单，因为你要一餐都要吃到这么多五十几种的营养素，有可能很困难。哦，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用这种很简单的方式，我觉得随身携带，可能中午开完会赶快就可以补充一下营养，好，而且又可以很低量，因为这样一包也才109卡，大概110卡，110卡的概念大概就是一个小片的饼干，一个小片饼干在110卡，可是你的营养素就没有那么多，好，因为饼干大概就是淀粉、油，哦，大概顶多这样，而且它油又不会是好油，通常都是一些我们的那个棕榈油，哦，那棕榈油吃久就是会塞血管。所以这个就对我们身体就是一个伤害。可是我们的特殊配方呢，给的是补的是什么？全营养，好，把我们的蛋白质，好，把我们的矿物质、维生素，好，都补足了，好，就在这一餐里面。那可以做什么呢？只要我们营养足够，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脂肪细胞的一个代谢，可以加速我们的脂肪的一个分解，因为提高我们的燃脂效能嘛，这样自然就可以瘦下来。好，这是我们营养师配不出来的一个完整的营养餐，好，所以呢，特别减肥有三大要素，第一个安全、有效、经济，所以你要去评估任何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模式，一定是要先评估它的安全性、它的有效性、它的一个就经济嘛，好，那我们的部分呢，当然有高规格的国际认证，第一个有 SGS， 哦，我们的特殊配方，哦，没有一些西药的一个没有西药残留，那也没有一些大肠杆菌，哦，一些重金属。那也通过我们欧盟的一个认证，哦，还有 FDA 的一个注册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在欧盟是可以用销售的，哦，那在美国也可以销售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安全的一个证明。那美国我们台湾 FDA 也有注册，好，哦，所以这个还有我们有把那个产品责任险也打到1亿的一个产品责任险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安全的一个证明。那有效的证明呢，当然就是这些成功的个案。好，我第一个病人就是在去年的九月底，好，我就让他用我这样的一个减脂的系统下来，那那个月就减了7.5公斤，好，那当然我要确认说这个到底对是不是只有年轻人才有效，我还刚好遇到一个63岁的朋友，他也需要减肥，我就用这样的模式给他试试看，因为他已经少吃很多，动也很多，他就瘦不下来，我说那你就用这个模式试试看，哎，他用了之后，他这样这一个月就减了3.9公斤，好，就很有效率，好，那这个蔡同学23岁。哦，也是这段时间减了4.6公斤。哦，那这个尤女士49岁，哦，今年已经50岁。哦，去年的时候10月31号61公斤开始减，3个月之后就变这样。嗯，哦，就是3个月呢就减了10公斤。那脂肪啊就减了9.6%哦，哦，等于将近10%的脂肪，也就是说她减了6公斤的脂肪。哦，那等于拿了6块的油出来。哦，等一下公斤的脂肪大概长怎么样？哦，大家就会比较有概念，他拿大概6块，6公斤，好，那这都是我的一些承诺的个案。那脂肪肝的病人，哦，就前面就很好，只要瘦下来，肝功能就会改善，那脂肪肝就会改善。好，那这个施永雄施院长，他本身有3家肝胆肠胃科的诊所，同时底下有10个医生，他现在就是用这一套模式来帮他的身边的病人，好，就是用脂肪肝的治疗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他自己本身很有感之外，也帮他的很多的病人同也减肥成功。那这些都是啊，这个就是1公斤的脂肪，好，大家拿下去感受一下。6公斤，一公斤，这是人，这是一公斤。然后我让病人拿了6块出来，哦，所以这是人的，这是1公斤的脂肪，这是猪的啊，人的我拿不到，我只能拿到猪的模型，这是模型。看谁有越可以贡献，对，好，哦，那这个就是血丝，模型，模型，好，哎，欸，我们很值钱嘞，这一块要升级，每一个人都，好，那我们脂肪很值钱，这一块要3000，第三块，这一块模型要花了我3000块的银两，对，好，所以这些都是有在用我们这一套模式的一个医师，哦，延伸到肝医师，啊，免费医